刚刚我飞无人机上去看了一下，我发现太阳落山的方向，也就是我的左边，是连绵不绝的大别山，然后右边就是平原了，河南大平原的一个地方。这条公路也几乎很明确的将山区和平原分隔开来了。晚上的6点钟啊，找到了一个停车场。 这里是老钢窑，这里好像是正在修建一个景区啊，景区，但是还没有修建好。我刚刚过来看，好多还在施工啊。看一下老钢窑，这上面是一个灯，这个灯很亮。这是一个舞台，或者说举办一些事情用的一些。 停台。今天晚上帐篷的话，我就准备搭在这个角落吧，因为在这个角落的旁边啊，这里就是卫生间，就在这个房子这里，很豪华的一个卫生间。帐篷已经搭好了，这里灯光也是比较亮的，等一下就在这里做个饭。我不开灯的话也非常 OK 啊，这个小太阳一样。 你得去换那个户外环境。那边真的好冷。对，他要他春节前后的话，他要去到西安。哇，也不是太远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是安徽的。嗯。那这是会找地儿，咱这儿可安全了。真的非常安全，而且还有灯光。我们这儿晚上都有巡逻的，你放心住啊。嗯，好的好的好的。那边就是卫生间了。啊，对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刚刚去看过。 这都是今天晚上买的菜啊，然后先把米饭弄一下，然后把菜弄一下，就可以做饭了。刚刚的话也应该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啊，过来看到了，问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晚上在这里露营。 今天菜也蛮多的，我们可以煮2餐饭，煮2碗米就行了。一个人。
抛一下。今天买了这个大虾和这个蘑菇啊，做一个蘑菇炒大虾。感觉这个蘑菇水有点多啊，不知道是时间长了还是。蘑菇还行吧，还行。今天晚上蘑菇炒大虾，然后这里有一点辣椒和大蒜，用来当小料的。在这个景区停车场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气炉烧吧，干净一些。对，露营骑行游。你从哪开始出发的？安徽芜湖。老家哪的？老家就是安徽芜湖啊。就这次刚出发没多久。打算去哪个方向？西边。就今年先到西安嘛，然后明年可能往新疆那边、西藏那边。自我吗？没有，拍视频，记录生活。然后现在把这个菜给它洗一下，然后还有这两根大蒜，辣椒直接给它切成小块，然后放在一边就行了。等一下一起炒一下。把这大蒜也洗了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当小料，直接给它劈成小段就行了。这样就放在旁边就 OK 了。放这个主要去去腥味啊，去去腥味。哇，这个风有点大哦，得把这个挡一下。这一袋大虾的话，先给它出个水啊，用水煮一下，还是冰冻状态。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冷的。看一下，下午拿的还是一整块这个大冰块在这里。这个虾，哎，煮一下吧，煮一下应该就还可以。今天刚买的这个生抽啊，然后给它打开，之前的都用完了。烧开了，烧开了，烧开了，然后再煮个30秒钟吧。火可以关小一点了。虾已经捞出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锅最后揽一下。先把这个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就能倒油，然后把那个小料给它煎一下。行。东西是很齐全的。嗯，调味品都有。嗯。倒油喽，够了，搞这么多，一个人能吃完吗？嗯，明天早上还可以吃一。哦，这一个人吃不完这么多啊？因为就是晚上一次性烧两餐嘛，然后明天早上就稍微省点事。还有小铲子嘞？没有小铲子。没有小铲子。先放这个蒜给它煎一下。
等一下。豆瓣酱，豆瓣酱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把它炒一下，煸一下。火有点小，所以得多烧一会儿。你看，油一放进，这个豆瓣酱一放进去，油温就下降了。你这么油？啊？豆瓣酱一放进去，油温要下降。因为它是豆瓣酱是冷的呀。然后这个火力不够大。差不多了，然后把这个虾也放进去炒一下。别腌了。等一下哥，还等。然后把这个刚刚这个蘑菇给它放进去。现在好像显得有点多。但是它一烧的话也会缩水，就是蘑菇会缩水的。都放进去了。还是得，这个生抽还是倒到这个里面稍微好放一点。放一点生抽啊，哇，青椒没搞完呢，青椒全部搁进去啊，那你不能明天再搞，那就青椒也放进去吧，放进去焖一会儿，等一下，不然的话我准备起锅再放，可能有点生哈，最后然后给它焖一会儿，一锅，哎，刚刚洗蘑菇啊，然后这个特别容易出水，我已经倒了一点好多这个水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又煮了半锅水，现在变成烫火锅了，那不是炒虾了。火小了就这样，炒不起来。这个是炒不起来了，就当火锅吃吧。然后我们边烧边吃，把这个米饭给它直接开吃了。哎，打开。这米饭感觉煮多了，水放多了，吃一个虾看有没有味了。还有味道全部在这个水里面，虾没有味啊。早知道吃火锅应该放点火锅底料，那个味道就浓郁一点。
面差不多了。今天骑了20公里，然后到那个叶集，然后在叶集吃了个饭，直接穿到了这个河南这边，又骑了120公里。晚上到这边的时候也天黑了。不过这边还是很方便，很方便，也很安静，离那个公路还有一段距离。炒虾做成水煮虾，火太小了，这个汁水收不干的。小猫过来吃虾，刚刚做了个饭，然后吃完了，就是这个气炉火太小，这个炒虾变成煮虾了。然后现在把这些东西收一下吧，收一下都帐篷里。东西的话已经收好了，然后这个小猫还在这里，全部放进去了。然后防潮垫什么的还没铺，先去上个厕所吧。看一下这个卫生间，君子淑女豪华卫生间。今天第一天到达河南啊，感觉挺冷的，比我之前在安徽的话要冷一点。今天零下，之前的话一直都是0度左右，就是最低温度。今天这边是零下了。早点睡觉吧，感觉有点晕啊，今天。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下午做饭的时候被风吹了呀，确实有点晕啊。今天晚上是来到了这个老钢窑，它是一个窑厂，以前是做陶瓷的，然后后来废弃了，然后最近2年的话是重新，然后这里正在做一个旅游的一个景区啊，就是陶瓷文化馆类似。然后太晕了，晚上来也天黑了，明天再给大家就是看一看这个陶瓷文化馆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感觉我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。今天也是在河南露营的第一个晚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明天再见。